谁呀、啊？就我跟你说那我们班那个。过去啊。小春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，在这干嘛？上次还送礼物去。我一会儿自己回去，爸，你先回去，你先回家吧。快点喽！好好好，你先回去吧。在长江里淹死的人，在这都能捞得到吗？捞得到，捞得到。师傅，麻烦你看到这个人，你打电话通知我一下。要得，要得。啊，要得。那，谢谢你啊，麻烦你善待一下他。
是有良心的话，就应该浮上来让我们看见你。司机家属来看你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们家，我丈夫他，你在这还有什么亲属朋友吗？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哎，倒是说句话呀，人挺诚心的。再说了，这司机不都死了吗？我爸没死。他是失踪。找到了吗？什么？你爸？没。去哪找了？都去了。怎样？没有。是啊，这么长时间。飘也飘到三十二了吧？哎，喂，你眼睛真毒啊！
你丈夫吴涛给你留下一笔人寿保险，意外失踪的话，得两年以后到法院申请宣告死亡，才可以办理寿险理赔，你看行吗？两年以后再到我们公司来办理理赔吧。啊、哦，谢谢。请慢走。哎，再见。再见。苏丹，出了这种事，你遭了很多罪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不过你总算挺过来了。他爸到现在都没确认死亡，我们什么都拿不到。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你能不能搬到我们家去住？我实在付不起这个住院费了，我可以好好照顾你。我以前也学过医。住你家，神经病啊你！脑子进水了！哎呦，哎呀，死了个老公得个二奶，你倒赚了。把椅子抬上来，慢点。行吗？行。腿受伤了，啊！到了，到了，来，慢点，小川来扶着点。小川，快点吃饭了。啊，不。爱吃不吃，不好吃。这不是你爱吃的回锅肉吗？我特意买的鲜猪肉，没有爸做的好吃。你天天都瞎想什么呀？嗯？
你都想什么呀，天天？问你呢，你想什么呀？我是妹妹想。你爸死了，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吃饱了。哎，你们打算让我睡哪儿啊？你睡我房间，我睡沙发。沙发看起来也挺舒服的，反正我也睡了好几年的沙发，习惯了。那哪能行啊？我要尿尿。哎，哎，
这水真的很深哎，掉下去一定很危险，说不定你爸还在这水底下呢。小哥，注意。去北京上大学了，得该疯狂疯狂了。你们以后有什么活动啊，都喊着我啊。下车。要不我帮你找他去。算了，不就是个女生吗？别看她一副好学生一样，其实她们挺骚的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不信咱们走着瞧。挺透明的嘛。哎，带我出去玩吧。带我出去嘛。老不出去人都快发霉了。来吧，太久没出去了。
今儿早上我们老姐去尸体，我的妈上次给我看的那个样品呢很像，所以我都给你们打电话，你去看一下嘛。走噻，去看一下。不是我爸，他没死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亲爱的，你张张嘴，杯中花香会让你沉醉。亲爱的，你跟我飞，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。亲爱的，太慢了，就放他。你知道吗？我爸出事前听的就是这首歌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他车上找到的。爱的
你张张嘴，本中花香会让你沉醉，亲爱的。别死！你别死！你别死！你怎么搞的？你怎么治我的狗啊？要是它死了，你要赔偿，你要负责任。这么烂医生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养这只狗。一个人从香港来嘛，开连锁心理诊所，找个伴嘛。你是不是想什么人呢？找我，这是我们厂的卫生所。啊，好地方。这里挺好的啊，挺好的，真的。哎，我有个主意，我要承包。承包？我跟你合作，开一个诊所，心理的诊所，对象是这里的厂的工人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就现在，这些人。最严重的问题不是生理有病，而是心理有病。看上去都不怎么开心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整天都没笑容，
就是因为心里面有压力得不到疏解。我们厂的工人啊，都皮实着呢，承受力可强了，不需要看心理医生。但是每个人都需要心理的倾诉。那你找我要做什么，要说些什么吗？我们到这儿来干嘛呀？你说呢？我就是身边也没有什么可以说得上话的人。我看你们挺年轻挺聪明的，又见过世面，我又想跟你聊聊，有些事情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。那你算找对人了。笑什么？你别客气啊！你找我来不是就为了这个吗？怎么了？不是，对不起，老了不行这个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大姐。你应该把老婆接来，过来看看。男人一个人在外面，总需要有人关心。我没结过婚呢。我恐怕在宠物医院也干不长了。我怀孕了，真不是时候。你不会游泳吧？会一点。那就学呗。我妈不让我下水。你妈是为你好。今年夏天我想学潜水。那你干嘛想学潜水啊？我就想到水下看看。你看，我爸的衣服，合身吗？吃饭了。我从今天开始戒酒了。嗯，那你尝尝，有你爸爸做菜的味道。你都说了好几遍。你怎么就学不下呢？小川，
天热别下水啊。没事。什么没事？今年水特别大，听说又有人出事了。谁说的？你又没看见？我看见了，死了，没得救。吧唧吧唧又吧唧嘴，吃都没个吃相。我爸也吧唧嘴。你爸？你爸是开出租的。你还吃不吃啊你？不吃止血的有用的。哪有像你这样子的，吃药有吃相的，长大成人了，懂不懂事？小春，好久不见了，差点认不出来了。我做了近视矫正手术，花了我2000多块呢，还是值得，挺漂亮的。小春，你说呢？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哪儿人啊？
广东。不像啊，广东人哪有整成你这样的？整我这样又怎么了？来了多长时间？两个月。不会吧？都这么说。谁呀？那些小姐呗。都做什么呀？你不都知道吗？不会说是推销酒的吧？还真是。那你不做小姐简直亏了。小川，你知道小姐都做些什么吗？是你小姐啊？是不是啊？你说呢？嗯？小川，你问问他，你爸是怎么死的？师傅，滨江路。师傅，请再慢点。师傅，再往前点。再靠近，师傅，靠近点，再靠近点，师傅，师傅，再靠近。睡得大致吧。围得轻轻。最不喜欢男人为了女人打架。你到底还是年纪小。你爸没教过你追女孩子吗？还生气呢。至于吗？3:40上的车对吧？嗯。警方说我爸出事的时间是5点是吧？我测过了，从 KTV 到出事的地点只要15分钟。小川，你冷静点好吧？我就想知道在剩下的1个小时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什么事都没发生啊！能告诉我吗？
告诉我，告诉我。大夫，快好了吧？能走路吗？会瘸吗？可不能瘸啊！我靠着腿挣钱过日子的。没什么，有点恶心。怀孕的反应，我是不是挺老不正经的？呸！虽说我护校毕业，分配到厂医务室，他那时候是个工人，那时候追我的人可多了。哎，那就是他原来上班的地方，四车街。我在那干了十几年了，去看看啊！要不是为了多挣钱，他才不会去开出租车呢。你就这么一个男人啊，这辈子，你以为呢？还睡一起吗？就这么大点小屋，不睡一起睡哪儿啊？我都好多年没那个了，也不想啊。嗨，都结婚那么多年了，还想什么呀？就是他出事前两天，他突然特别想要，还特别有劲儿。我早知道他会出事儿，我才不会那么轻易的便宜了他呢。啊！哎，你平常怎么称呼他？死胖子。饭我已经做好了，你跟小川吃吧。我有个同学聚会，哎，我是真不想去。说二十多年没见了，还有什么可见的？还有什么可说的呀？我走了。嗯，玲玲，干嘛呀你？这样好看多了。太露了，我这里头太露了。不怕，行不行？要露一点才好看，你这个要拉低一点呢。我都去老爸似的。好吧，看看，试试看。哎呦，你这么贵的鞋，别给你糟蹋了。哎，反正我也没用。啊，会是个女孩吧？他爸倒是想要个女孩。能生吗？哎，我跟他爸都是少数民族。那你打算怎么样？啊，那怎么样？你要是我这种情况，我这个年龄，你会生吗？啊？哎呀，美呀！
看，太艳了吧！走，两步看看。身体健康。医生啊，这疤就这样长在上面了，弄不掉了吗？那疤也是肉长的，已经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了。明明说过痊愈的，怎么这样子啊？拐杖。开呀！爸真的没教过你追女孩子吗？他会追女孩，你看他对我妈那样，还指望他教吗？其实追女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们了。
不要以为他们都不好意思，装的，最喜欢那样子了。青青，青青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不喜欢你。你是我认识的最丑的女生。你太贱了。小川，我要走了，快开学了。那好，再见。你呀，什么都不懂。我和大志已经没事了。他花钱为我做近视矫正手术，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好看多了？小林，我那有活了，在江边打牌，回去做饭。我声音小点儿，这屋里通风呢。声音小点儿，听到没有？你要不去呢？太热了，你这不降温了吗？太阳下去就好。开空调啊。费电，没钱。你干嘛？那我跟谁玩啊？我就跟朵朵有共同点。跟你爸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孽障？妈，我爸死了，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哥帮你第二个肖二八。你也当六娃子，把朵朵给藏回来了。刚才那不是念着呢吗？哎哎。啊！叫你说，你把我弄疯。
让你跑啊！你爸死了，我就管不了你了，是不是？啊！你往哪儿跑？给我拦着他！哎呀，不得了！其实我爸对我并不好，从小就知道打我，稍微有点什么就揍我一顿。好些时候比这还厉害。小姨，我需要钱。多少？2万。大家安静，静一下。都过来一下！今天我宣布，今天我宣布，咱们老同学合唱团正式成立了。下来啊。什么东西啊？好漂亮。是城区，这是城墙，然后这边就是咱们的工厂，还有那，那是咱们的家，有我爸，还有我妈，还有我，看到没？嗯。
是我妈。这小院子，有石板街，有山有水，有好多好多的树，好多好多的花。你要干嘛？你得走了。我怎么了？明天就走。我要是不走呢？你说，怎么样才能让你走？钱。放屁！没钱。我啥？最近几个意思啊？我啥？该我们的钱什么时候给啊？先等我办完事，一切好说嘛。那得抓紧啊！不好意思，最近周转有点问题。谢谢。没误你的事吧？没有。几个朋友。哦。先走了。一万块钱，你想要多少？你说呢？一条腿得多少钱？
你条腿2万？我就这么多钱了，加上你住院的费用，我一分钱都没有了。你能离开我儿子吗？你能吗？那我走了。你去哪儿？能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你以后怎么办？该干嘛就干嘛。你给我留个地址。怎么了？他爸有笔保险金，得2年以后确认他死亡了才能拿到钱。等有了钱，我会赔给你。你少喝点酒，还是把小孩生下来吧。先生，需要点什么服务呢？过来。要喝点什么酒啊？你过来。亲爱的，你慢慢背。前面来自的玫瑰，亲爱的，你张张嘴，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。亲爱的，你跟我背，然后从邻居看笑。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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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走吧。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我去打工挣钱，我养活你，你不用干这个。反正我不要你干这个，我都想好了，我们可以一起做，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，谁也不认识咱们。重新生活，可以开个小饭馆，不做厨房，别管钱表，自己养活自己。
也能挣钱的。你是想拯救我吗？小川，想办法把这笔钱给苏丹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答应过他的，算是赔偿吧。都两年多了，上哪找？我有他地址。我拉了你八次了，你就吐了八次，想喝点吗？我喝怎么办呢、啊？什么办法呢？什么办法？你告诉我。如果想有办法，就有办法。
我只想告诉你，你不能再这样继续生活下去。本来只是想找个伴，我也没想到会爱上他。你爸是个好人，他从来没有这份念头。真的吗？他真的只是想帮助我。那天早上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你还记住这件事？我记得我是三点半上的车。五点多出的事，其中有一个小时都发生了什么？别喝酒了，还要开车呢。天天喝酒开车没问题，还能壮胆。过了今天，什么都不重要。你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，谁也不认识，可以重新生活。可以开个餐馆，又能赚钱，又能养活自己，多开心！啊，开工！我这个车都嘘冲出去。没问题吧？放心啊，按照练习去做啊。还记得吗？记得啦，练那么多遍了。反正你按着去做，一切交给我。一切交给你啦。哎，等一下，听个音乐。
小川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挺好。也许我不该告诉你。就编呗。故事太不合理了，就为了这个，没必要做这么大一个局，太有风险了。要设计的多精巧才能达到效果呀，太不让人相信了。最不合理的是，这个局的完全可以一个人去完成，为什么要带上你？纯属多余。再怎么说，这个故事是说不通的。你说呢？你是不是还认为你爸其实并没死？看到没？看看，看乌龟。不要啊！再捞一次，看看看这里，再捞一次，再捞一次，再捞。妈，你有什么事瞒过我吗？捞。当然喽，大人有些事情就不能跟小孩讲。那好，今天开始。我也有一件事情要保留。吃饭。什么事儿啊？等妹妹18岁再告诉你吧。你啊。永远都长不大，老了以后都不知道想什么了。我最想知道的是，说在冲进江里的时候，我爸他在想着谁？